咱之前呢是爱修咱的心定啦，所以啊，这个观咱的传慧是一个办法啦，比佫有别个办法啦。这里是讲啊，咱这时啊，咱自己会记啦，我有伫这边啦，我有伫这边。这里禅宗，中国的禅宗啊，一人一个自身的办法啊，就是讲观我是谁呀？啊，这里是咱的巴黎的经里面观有的，是讲伊唔是安尼款讲啦，啊，伊是讲啊，咱观一个我啦，观一个我，说这里我是谁呀、啊？那是一类属描卡路啊。都直直想我是谁，我是谁啊？修无来，你知啊？这里我是谁？咱爱观这里我，都直直会记我我啊！这里就够严了。所以啊，如果那是把你之前的办法看苦啊，如果那会记啊，我有滴这边，我有滴这边，这里够了，还没输呢。如果是会去讲你有你这边啊，你的杂相就无浮起来了。咱的杂相浮起来的时啊，咱就对着你杂相走了咯，对啊。那想到你的厝啊，想到你的 office 啊，你那都未去讲你的界限嘛，对啊。啊，特别如果是会去讲我的这边界限呐，啊，你就无想了。所以你这里会去我。那如果是爱，你会研究啦，这里我到底是啥物来？你看内面，你看你的心内面，这里我是这里精神来吗？这里斋的精神吗？你斋讲有地啊，你就有地了，对吧？所以这里斋的精神呢，你的精神调个这里斋的精神呢，就讲你自己斋，然后你看这里斋的精神是多落来。你研究这里斋精神的道路来啊，这里是这里简单的界限的办法啦，你会讲 shortcut。